前方严重高能预警，请斟酌观看，谢谢。Oh my god， 我们选择一个 bad ending， 我们选了一个 bad ending。啊啊 ，Sophie 还，我们还是要选择的，不应该跟狗玩的，我们不应该跟狗玩的，我们应该去追风筝的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对不起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抱歉了。看走。Oh my god！ 不应该跟狗玩的嘞。大家好，我是雷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晴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个新游戏啦。对啊，叫做 Last Day of June。哇，这是真的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啊。对啊，现在我们的返校系列也总算要完结，总算已经完结了。完结了。哇，真是很感动哦，这结局算是感动吧。我们现在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玩一个更加感动的游戏吧，叫做 Last Day of June。对啊，而讲。讲什么故事？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就进去里面一起看吧。Okay. 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Yeah. OK， 我们来开始游戏吧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开始游戏喽。刚开始的第一幕。505 Game Present。又是一个不错的独立制作工作工作室了。我蛮喜欢独立工作，独立制作的工作室。因为他们都制作出来的游戏品质真的是很好，不像今年这几年那些大厂做出来的电影啊什么？哎呀，啊，他冷啊，应该是冷吗？什么呀？要做什么这个？他说说，啊，他们在讲什么？不知道耶，他们语言很可爱。Hello， written by Maximo Grand。没有写出来。哇哇哇！好可爱。就是很得意。还是很冷。好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动了。动啊动啊！我现在应该就是我们不能应该把它带走吗？那么就去远一点的地方喽。好吧。哇，画风美也很特别的。很酷哎、欸。要去哪里哦？我哪知道？按 A 啊。然后拿给他。哦哦哦！我想要画一朵花了。耶、yeah, ，给他一朵花。画、yeah, 一朵花。哇，真是很好玩哦。啊，送你一朵花。耶、yeah. yeah.。哦，好开心啊！咦，好漂亮啊！我很爽耶，这种 game。那很温馨。他们就有感觉，哇，爽啊！我们就是来享受这种画风哈。我们来享受这种温馨的感觉。就是啦，再给他多一个，左一个右一个。耶。哎。啊！哇，真是。对，哇，画画，我等下看一下画。我们先，走走看。不，我们直直走先了，不要去采花了。嗯。路边的野花不要乱采。哈哈哈。这边可以走啊，我们上车前方。然后我们去车了。刚刚看到他的车。看一下按别的东西可以跑没有？按一下，按不行，不可以跑。嗯哼，我们就去。看车。按 A 了，哇，好简单啊。我按那什么 ？Oh my god， 过场动画很美。啊，拿不到！这边你可以的。OK， 我从右边拿。OK， 知道你手可能有点短，这没关系。啊，好奇怪的感觉啊！可以啊。Music by Steven Wilson。这是什么？不懂哎，一个被子吧。哦，不要让它这么冷呢。哦。赶快冲下去！来，我们拯救我们俩。我们远远看下去，这样子哦，是什么感觉啊？朦胧感就看不清楚了。就是我们只要走靠，我们只能走靠近了才看得清楚。来给你棉被。Oh my god！ 那也不冷。我应该早就玩这个 game 了。好温馨啊。就是喽。很爽。Art Director Maximo Grand。哇！他在画塔哎。哦。哎，不对哎，看这太阳画塔，真奇怪。咦？我看不清楚。啊！哈哈哈哈！就是那种感觉很。就是啊！哇哇，这是什么 ？Super 系！好聪明啊！哇！就是、啊。哎呀，我跟你小伴侣那种感觉。就是啊。啊？哎，不对，
啊，是 Mr. B Daddy。什么啦？回来呀！耶，我看你哇！耶！哇！哎！难道说这一切都是梦？不是梦啊，应该真实的吧？这一切都是梦，还是？那边有个小车。哎，那边有个小车车，一个小车车乱乱跑。耶！哇！他睡着了，流口水。那里是流口水？他流什么？流鼻水。他爸偷眼镜，偷眼镜很大个。累啊，这是。哇，这种画风很独特哦。嗯，很。喂。哇。Okay, 啊 A 我去开门。哦，我们可以 control 的女主。哦。是门哦。应该是吧，我那一次。外面看不到有人。啊 A 啊。不可以盖被子书的门呢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这是老爷爷了。啊。啊。哎，还没有孩子啊，是吧？哎，有孩子哦哈。他在玩足球。就是啊。幸好不是玩篮球。哎呀，你耶 ！Brunino， 然后一个锁匙，难道说等下我要跟他拿锁匙？嗯，先把礼物藏好。就是了，把礼物藏去哪里呢 ？OK， 为什么现在我控制我不知道？对对对对哦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OK， 不要，可能可以放别的地方啊。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他不给我动了。没关系吧？他不要放这边，就是了。OK， 好吧，我们要藏起来，查看。他直接下来一只，或者他。哇。嗯，我们开门呢？我们开门去后面，没有啦，应该没得去。嗯。我查，可以上楼吧？然后去上楼。上楼上。那有的上楼，我不可以敲醒他。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放这里了吧。应该不是吧？嗯。我们去那边。OK， 好吧。耶。查看那边什么？或查自己的相片。这里。哦，还有这里。哇，很顶哎！什么？我们一走靠近，我画风又自动不同哦。很漂亮哎。好咯。这里。哇，这种感觉才好玩嘛，对不对？这里。玩这里。看会有什么反应。啊，放在这里过后，然后就觉得不好。来嘞。哇，漂亮。嗯，他又不喜欢，就是咯，我喜欢就好了，开玩笑。你又不是小女生。好。耶，我们藏上楼。楼上藏去哪里呢？我们藏在这里可以吗？放着。这里，耶，感叹号。耶。还有什么？笔记本。他把笔记本怎么？那一只哦，看一下。过去。啊？嗯？哦，这个是我们想要的桥是吧 ？Oh my god！ 很什么哎？这种放闪我受不了啊！狗粮，这个狗粮来的太急。好了，我们撇开狗粮不说，这是一个优美的故事。很美妙。是啊。他干嘛？有孩子啊？第三个？哎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有孩子，那你知道？他好开心。他要跟他讲个好消息，又有孩子了。哇，哇，好温馨啊！很美耶，那种感觉。不是，哇，真的没有看过耶，其他 game 那种。哦。为什么？哎呀！啊！哎呀！按 A 看看。什么事情？是走一走啊！放打摸炮竹，不要走出去那个窗口。窗口。哦。按 A 看看，人家在打压直爆了。还是吓到我，吓到人家了。什么声音？哎呦！嘿！哎，别吓死我！就在我们家打呀！啊，讲什么话？哎！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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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在？耶！好巧！哎，哎，小胖，妈呀！哎呀！嗯？哎呀！干啥？啊！啊！我去找他 ，OK， 我去找他。我们上楼看看，上楼看看。Okay， 好，我们都知道他在楼上啊。对呀、啊，不可能他跑第二的了。来、哦。哎呀。啊！啊！哎，插水。Hello。开水。嗨。
Hi, who are you? You're sweet. I don't know. Are you there? 中牙签子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拿来开罐头啊。哦，什么 ？Baby，Baby，为什么放在那边？有什么细节吗？我哪知道？我按 A 查看一下。嗯哼，漂亮的妻子。嗯哼 ，OK， 好吧。来，我们上楼。来，我们上来上啊，这里。这里啊，刚刚走过嘛。嗯。哎，现在转个手，我也忘记。还有电话呢。嗯哼。就是咯。可能他不见了。不要啦，温馨。他不见了。Oh my god！ 不可以这样子。他去了哪里了？不懂，被那礼物卷走了。啊啊！这种感觉。对啊，好奇妙。他发现了什么？那你知道？我来这里看看。我们去这里都只能这里了。去哪里？不知道哎。后面。那里。后面。那里。后面。厨。我们走出去啊。嘿，他那个家不见了。我也就只能走出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？来来来，他抓一个礼物来。即使两个情侣，即使是偷偷看到了，还是要假装看不到了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这种才是真正的。是啊。那种感觉啊。啊？对你来说有什么感觉啊？不知道。情侣感觉就这样子的挂。啊？你这小。我不知道啊。那小鬼大了你。耶，你耶。啊？什么耶了？我又怎么？在船上去哪里哦？去坐船喽、哦！去坐船。坐船。哇。我们赶快去吧，很浪漫的去坐船，就有一个小车车继续跑、oh、God, 我们就是看一个这样幽会的故事耶、yeah, 哦就回到这里哦、开礼物开礼物开礼物耶、yeah, 里面是什么开礼物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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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！快走啊！小心哦！你都快跟着他，快跟着他！我不要走那里了，那个、那就跟着好不好？那边很远呢。那就跟着好而已啊。好吧。没办法，女朋友比较重要。跟着女朋友走。好。来走，我们上车。我们掉准了吧？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来上车。哇，上车了。来，上车。关门。耶、走了。耶、走，接着走。按 A 咯。耶、开车。哦。关门。哎呀妈！然后做什么？射不到。继续。耶、走了，我们可以驾车车了。车我们乱冲、啊。哇，这么快啊！好快的感觉哦。Oh my god！ 我应该再上去哪里？时速二厘米，不老直直走。快冲冲冲！直直走。我可以抓到东西，不然这辆车又快掉。那就装装看。怎么啦？开玩笑。我还小啊，不会开车的。你不是开车了吗？逮捕！耶！我开车。耶、yeah ！应该是这里没错吧？这里？应该是这一条路吧？要走吗？这里？还知道有个我。噔！那边好像有个乖乖。哇！哇 ！My God！ 哇！就是喽。哇！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走后面呢？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里。我也不知道。可能走不同的路就有不同的剧情了。那就走好这条试一下喽。上错方向了。上得到。只是我不知道。好像上不到吧？上得到。这么辛苦啊，什么车啊？马力才一时啊！冲啊！耶，终于上到了，冲上去啊！耶！耶，要小心控制哦！冲啊！控制哦！冲啊！哇，音乐好！哇，这是我嘲讽啊！哇，音乐很好听啊！不准有没有版权啊？我怕。那是得有猪。是哦。故事结束了。
这是才刚开始，欢迎来到神秘的星六月，就对呀、啊，神秘的六月。Director Maxim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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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ximo， 好吃好吃，我最喜欢吃 Maximo 了，对不对？面包，开鸵牛油，不是面包，它是 Maximo。马西莫，大家最喜欢吃马西莫什么味道呢？我喜欢，我喜欢有葡萄干的。啊？我喜欢加工。咦？加工比较好吃啦。你们呢？有没有觉得？在下面留言哦，好奇怪啊，问这种问题。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加工巧克力好好，耶，早上起来了。在早上。做梦。啊，噩梦啊。那只哦，醒来哦！都说刚才那一切都是梦。没错，刚刚那一场进去过后，发生了一连串的不知名事件。所以我们也就只剩下一个人了。这就是犯傻的后果，要不要开玩笑？好啦，这就是。按 A 的后果，不是，轮椅，轮椅，他不能走路啊！啊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这就是犯傻，不是？怎么了？他肚子饿了。哦，好吧，我带你去找吃的。哎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很好奇耶。我也是很好奇。Oh my god， 应该是啊，女朋友不在了吧？啊？啊？不要这样子。Oh my god。我们只可以开瓶球。哎。啊？哦，什么都没有。给我一个鸡蛋也好啊！我不要鸡蛋，我要草莓啊！好吧。什么啦？我们就下楼吧。我上不了楼诶，感觉。我没，那就不要上了。对啊，上不了楼，你要怎么骑在楼椅上楼？可能，可能我们要通关过后拿到一只。他摸不到。他生气气，他摸不到。生气了。他。什么？光头。摸不出去啊！摸不到。哎、加油！也是摸不到哦，可怜。加油！摸到了。耶！啊，正好只是，哦、对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啊、既然他拿不到这么高，是正好直接放上去。他之前放了过啊。放了多久啊？他现在需要一个罐头刀啊。我要现在去拿。那罐头刀才是关键啊！原来。快去拿罐头刀。炸鸟啊！快点快点啊！再要画展个壁。所以要打开一个门。哎，打开哦，门打开了。现在我们去开门吧。他舍弃罐头。他舍弃罐头，取而代之的是我要开门。开门。我怎么开到了？就知道，就他刚刚不够用力吧。小弟啊，小心！他终于7000万个开到门了。这个是温馨游戏，绝对没有恐怖的地方啦。那什么？那是他女朋友遗物。还找东西。他女朋友搞汽修。那搞电焊。好了，开玩笑了。那我们去找那里。我们要电力大厂。不是那里。我要拿电焊。去 A A 那边 A。不是那边按钮，然后好像生气把它丢掉。再 A 多一次哦。确定。确定。好吧，如果没有作用的话，它是不会出现跟 A 这里按。好吧。耶、yeah. yeah. ！哈哈哈。Oh my god！ Help me！ 回忆。Help me！ 这大概会出现这样的声音。Because I'm still alive！ 是吧？开玩笑。啊哎，要记住吗？记住吗？按 X 啊。记住。我是想把它记住啊。就可以，就来一辆小车车。对呀、啊，小车车。翻滚吧，小车车。奔跑吧，小车。耶、yeah. 哎。哎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是小孩子还是他小车？不懂。不可以乱跑，我要带你回家。不要乱跑啦！你看那小狗都叫你不要跑了。好了，我们走走看了。等下也不要乱跑。你怎么敢偷？哦，可能是他们没有闪这个小狗。哎、坏男孩！
就是喽。这不是我故意的哦。你故意的？不是。你就杀了秀秀。啊啊！不哭不哭。那你朋友？啊！你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啊啊！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变猪球了。啊？对啊，那凤凰变成猪球了。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真凶是足球，痛。好吧，他就告诉他足球是真凶。再来。是。这么。真凶只有一个。没有足球啊。真凶只有一个，去寻找足球吧，孩子。一定是足球。去寻找那伟大的足球。来，我一定要摸到你，我一定要记住你。摸不到的啦。啊？耶、yeah ！哇！啊？什么事情？啊？这。所以我们就打开来看吧。OK， 好吧。啊！哦 ，My God！ 哦，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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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就是一个那么美好的小回忆。这小小的回忆，我要坐在那里。他干嘛？那也不急着开门。哎。震撼到能站起来了。什么事情？果然学电焊是有用的。好吧，也就是说我要收集这些，应该是咯。我觉得收集要素比较好玩了、啊。刚刚前面那些回忆好是咯。Oh my god， 很爽哎、欸！什么、啊？很爽？不对吧？我说错台词了。啊！连你啊！那我直接去。哎、啊！快去吧，孩子。放心了，不会一出去就变返校了啦。嗯。不要嘞。这样你来呀、啊。那么我就可能现在是万圣节外国版返校。你看你看你看。好来开玩笑。他们两个。翻 A 看看啦、啊。你们说啦，有可能吗？这男主其实他也已经。啊啊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。他也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。至少也是一些美丽的幻觉。就是咯，太优美的幻觉，有些时候不是一个伤害哈。这种美好的回忆，我刚，即使是美好，即使是幻觉，但也是美好的。哎，那么我们就继续 啊，上不到了，我继续卡住了。就是啊，再上就要真的要电你。什么了？这里。好了，下面排队吃果果。耶、yeah ，拿到拿到 ，yes yes yes。升级。啊！哎呀，好漂亮！我没本睡啊，再去那边耶！哦，那就回去那边了。嗯，反正说这游戏流程那么短了、一看就知道怎么破的了。OK， 好了，开玩笑，不可能的。如果那么容易，我们应该是在丛林里面进去吧？应该是吧。没错，走错路。我这边走不过去。嗯，不是这里就对了。哎。没错，开始慢慢的一系列奇怪的事件浮出水面。按 A 看看啊，我想看。哦，对，这个我们一开始看的。我们要不要把我们回忆看完？好啊，还收紧了。哇，这个我想看。虽然说他们的语言我们听不懂，但是感觉蛮开心的。不是。这里，金金，好了，这边，按下，啊，啊，啊，他妈妈在画画，就是咯，画的孩子，不是啦，这应该不是他妈妈孩子，外面的孩子来了，他只是帮忙他们画吧，哎，我这里过来了，我不知道，啊，哦，已经按 A 了很多次，这里，我们去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这里等一下，我看看这边，哇。Oh my god！ 这么优美的游戏不应该搞笑的，我们应该认真的去玩。哦，好的。好认真的我，好难，好认真的就是我，我就是好认真。嗯，画画耶，他妈妈是很会画画。是啊。这个嘞，他们在做体操啊。他们在做三角形。转圈圈。就是说，看到，简直的对他来说这是伤心之地，因为这些是美好的回忆，但。美好甜蜜，美好回忆共同创造之人已经不在。我来这边观察。哎呀，阿麦克，哎呀，小麦啊！
Wow! Yeah, we're actually Shamanana! Shamanana, yeah! Ah! 然后我们也就只能回去找那个图片了，去找回那个图片了。嗯，图片在哪？别浪费时间了啦，我们也直接浪费很久的时间。这里可以走啊，还有我们上去。没有啦，那边有个楼梯上不去的。有是吗？啊。那这我可能我们破了一关过后啊，这个楼梯就给我们。自动消失了，那个石头。可能咯。我们看过了那个。不行。这个也看过了。耶。我们先回去房间，没看一下更新了，因为我们暂时拿到了就这哈。 就是咯，嗯，好吧，其他的都拿不掉。这样那个地方在哪？那个上不了，那个有两个台阶。嗯，进回去吧。应该在这里，没记错。对对对，没错。进去吧。把关卡破完，有没有可能？我的双脚能走了？没有了，也不太可能。耶，哇哦！好什么？然后呢？ 没错，被反校了，不是，搬家了。按A啊，拯救他，拯救啊！我要选择拯救他，我可以改变命运太好了。可以改变命运哦。这爽啊我！啊，如果可以改变想当年，我不应该吃那碗面。什么？我吃了过后喊出真香，真是后悔极了。嗯。 真香，话说还是真香。当当当。孩子，就叫你不要出去玩足球，不要气，要给我捡回来。嗯。嗯。臭屁孩，不要救他。但是我要救的是那个女孩子的那个她，所以应该救她妈妈，所以。 我还在家妈走了，那哪里是他妈？完全就是同邻居吧？是吗？是啊。这对不起。他们就这样嫁走了，哦，这样子了吗？原来就这样。然后。他们就不会死掉了？哎，又来了一次。6点了，6点了，刚刚是3点，现在6点。耶。耶。哇。我们终于玩完了啦。 So 我们继续看一下，现在怎么了？哎，刚刚出去哦。哦，这就是原因吧？这就是原因，看下去，来，我们按 A 啊。那我们就只能下去了。下去。哎，我下不去。
要做魔了，哦，拿绳子，哦，拿绳子这样挂下去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那个绳子不是放风筝的，我是以为拿来放风筝了。好的，下去。小屁孩，小屁孩为什么都是喜欢坐在树上面？Mr. Bean， 那爷爷还你绳子。耶，索尼，谢谢你。好了，索尼啦，对不起啦。哎，那什么，去收集一下，装一下。什么东西？哦？你按什么出去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Okay， 我摸一摸，我们先把他的东西给破掉吧。嗯，我要想，我来知道，没有啦，可能是跟着他出去，去打维修啊，我们要。啊。推开了。好。哪？你可以尝试来。推不开哦。啊，那边那边，看到吗？哦哦，很那里那边。哈哈，我们就可以过去啦。就我们一直就过不去。那边有什么？一个圆形球啊。摸一摸。去摸一摸。哇！ Yeah。 哇，有20个哎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们找到第一张图片，耶，他朋友开始。还有第二张。啊了，没有第二张，我们还没有收集。我们还没收集好。耶。Yeah。 哦，每一个图小孩子，每一个人啊，人物，啊，有5张图片喽。叫我选择。这男女主呢？我就只能选择。OK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OK， 我返回，我返回。那就返回吧。哎，回到游戏。对呀。OK。我们就看悄悄吧。跷跷板肯定不是跷跷板的啦。哎 ，OK， 对不起。我们就赶快溜出去，我的足球。耶，拿到足球了啊 ！Yes。足球超棒了。啊！灌篮把它吹下来吗？我罗应该是哦。嫁你哦。耶耶。我们要干嘛去？我不知道。我们也就只能走回 过去那边了。也许跟爷爷打篮球。哎，看下那个里面有什么？哎。OK。嗨。耶，我明白了。我们要拿着足球。哎，查看。他画的哎。对啊，好像跟他朋友玩了。Okay。 啊丢！突然。好。啊！耶，这些就是所谓的隐藏设计了啊！失败了，继续打。丢！耶！已经打倒了。再来。耶！明明很不滚。明明没有出去啦！我们出去了。我终于打倒了。耶呵！就这样，看到。我就到了。耶，陪我玩，我要玩球。好意思呀！啊！你不陪我玩球，我就陪狗玩。我要整狗是这样样子。有一个卡顿的比赛呀。陪好吧，陪好吧，玩。我狗都不要陪他玩。耶！他在讲。我来走。哎呀，我去捡。好的，玩。好好玩。耶。超好玩的啦。就是喽。耶。慢跑。慢跑。慢跑是什么意思？慢跑就慢慢的跑啊，不要走岔路哦。那边。这里。Oh my god！ 我明白了。一天结束。啊？我选择了。和狗玩球，因为这些狗愿意跟我玩。Oh my god！ 我还是要会。这我就不要出去先喽。不对啊，你还是出去了。我不要出去了。OK， 我们退出退出。嘿，和我结合力量。还是要会撞到。Oh my god！ 我们选择一个 bad ending， 我们选了一个 bad ending。啊！啊，臭屁孩，我们还是要选择的。不应该跟狗玩的。我们不应该跟狗玩的，我们应该去追风筝的，对不对？哦。
好吧，对不起，这是我失败的惩罚吧。我看看什么需要。抱歉了。看着。Oh my god！ 不应该跟狗玩的了。OK， 对不起，我还有机会更改吗？还有的啦。应该还有的，我要继续。没办法了。没办法了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吧。所以我们就先今天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So， 你们觉得这个这一期做的怎么样？这个游戏我就觉得蛮好玩的。是啊，哎，我们有兴趣想玩，所以我们即使应该会不时更新吧，因为最近比较忙啊，所以我们。还是会尽量更新给大家啦。So，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系列，喜欢就点赞、啊、留言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还有分享我的视频。对呀、啊，通常很少人做了，很少。So， 希望你们帮我做火起来。The Last Day of June 非常好的游戏，我们 recommend， 所以我们会继续玩。希望你们继续观看。OK， 就拜拜。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我是奶油，我是晴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啦，拜拜。